好重的美味啊。迷之骄子。Hello， 对啊，我也在玩这个游戏。你全破了啊？不用，我才刚玩两个半小时而已呢。我玩了两个半小时的支线啊。任务更新，我好像没有装备到新武器吗？哎，真的。35个小时，你有玩？你是只破主线吗？还是支线也有跑？这是。先收着吧，全跑 哦，是哦。我觉得以我的速度，我可能会玩到50个小时。可是游戏不是说有多重结局吗？哦、真的哦，10个小时主线是哦。王老头。拐个妹子回家，最后 boss 跟几个哦，是哦，就是最后的爱人只能在一起的，只能选一位就是了，不能左拥右抱就对了。一脸惊慌。10小时不难，我是不会玩10小时啊，应该说我不会只玩10个小时，我很清楚自己的游戏速度，可以其人之福，要好感度却满哦，又是这种，又是这种浓浓的条件，可以选省掉吗？你想对省娘干什么？想对省娘干什么啊？各自很重要的支线哦，是哦。房子很大，因为这是师傅的家嘛，师傅的家毕竟还是要做的大一点才像话，才有师傅的威严。越来越不怕。什么？我很正常，在 L。好吧，还是要去找沈娘。绕了一圈，结果还是要去问沈娘。沈娘知道的八卦比较多。什么？我喜欢年纪大。那个沈娘年纪也太大了吧，我都可以叫她娘了。
不是想要沈阳哦。啊，天使，你们的口味太重咯。什么小百合？真的吗？可是其实我玩之前玩很久了，还留着。王老头，哦，都可以继续往后，哦。会演哦，原来如此，练到全部都可以打赢了。王敬忠，啊，小金佛，哇，这是传说中的定情之物吗？感觉就是定情之物啊，我懂，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不要害羞了，我懂，我懂。你回来啦，菜饺子。要走了，哇，神娘好直接啊，为了钱。兰若寺前中级有语言，后面几乎没有。哎、欸，对，这边也没有。来不及配音配完吗？回大宅前拜一拜吧。我会自配，不要帮我挖坑哦，别帮我挖坑。哦 ，DLC 有，这个我也知道。我不知道兰若寺欸，这个不行啦，自配我会很困扰的。现在支线就剩下两个，饭团跟修理啊，好。到底谁有饭团？哎、欸，等等，我发现那个钥匙的任务消失、欸，哎，我少了一个钥匙的任务，居然在这种时候消失了。钥匙的任务消失了。还有喂猫，怎么可以做饭团？我一直很在意我的鱼，我很想把我的鱼，我一直很积极的把鱼拿去喂猫。
可是那只猫就是不理我，让我非常难过。烤鸡，鸡汤。猫想要吃鸡，当然不是比电实况啊。我不是魔法少女，这个感觉可以做成饭欸，有道啊。我看看哦，酿造为什么是酿造黄酒？而这道应该就是可以做白饭啊，一碗水，水加米不就变稀饭了？啊，还是这个我要弄糊它。香油 NPC 管米的啊，我知道管米的这位啊，难道我要先，可是他的大门生锁，出示道具 What 啊，我要找到钥匙啦，我要先找到他的钥匙，他钥匙在井里啊。他钥匙在井里，可是我身上只有绳子。不用先找钥匙。可是提示也说，难道说用这个开当开锁高手？用鸡开，不可以拿定情之物开吧？定情之物也不行。不是当个开锁高手吗？这个感觉就是可以偷偷开门啊！对，有绳索也试过了，鱼也上场过了，鱼也不行啊。用我的头撞，用心法，心法也不行，就是没有东西啊。我每个东西都试过了。对井出示绳索，我旁边的 NPC， 我想说可不可以背着他，不行，井不行。我 NPC， 我请他吃好几次鱼，他都不理我。那这个。啊，这个，耶！
有锅子。哦，太感人了。压成球状。太好了，我有饭团了。什么？我总算开窍，没有，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啊。那个法器就是拿来开锁的东西啊。那个古时候不就是那个法器，就是拿来暗杀兼开锁用的。你的饭团，独门秘方。哦，我有香油了，赶快给我香油。耶耶，我有香油了，哎，能拿来自杀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开锁难吗？我相信有技巧，应该就也可以吧。可以煮鱼了，我们可以吃鱼啦，各位，我就不相信我这次用的鱼，那只猫不给我吞下去。嘴怎么这么挑，还要用成料理？这猫怎么这么任性？哎呦，内力上升啊！原来是自己吃掉啊，只能跟那只猫说抱歉了。只能跟那只猫说抱歉了，然后自己料理也是不错的，赞赞。最后是啊，会修理的人，也不知道谁会修理。谁会修理啊？铁铺吗？要后面哦，这猫怎么这么任性？还要后面才能解？有卖饰品的吗？好像没有看到呢。太好了，大叔修好了。加五点，很好。我看看，刀类，晕眩时伤害下降，装备防御力啊，这个比较适合我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哦，我是现在我有需要一个大叔的八卦，我才先点。墙角的桶子。
哦，酒的发源地哪里呀？字条的地点。哈，若想拿回你的宝物，就前往这宝物的发源地与我交涉。我在说什么鬼话？这有没有什么讯息啊？完全没有任何讯息啊！也没有。我再看一次，这字条真是太诡异了。这个发源地与你交涉，完全不知道这发源地到底在哪里。这有写跟没写是一样的。酒店，小村的是尽量找。好，我们去酒馆看看。好像没有人愿意理我。没有人愿意。酒馆看起来酒馆也没有消息啊。上的字条再存一下。好，去粮仓一个一个搜寻，我们又要开始地毯式搜寻了。稻田，哦，因为米酒嘛。什么羊奶酒？哎，这里有个酒呢。
哦，哦，你们好聪明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笑晕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想不到啊！这什么？完蛋了，他没有转过来，完全，我们完全被误会了，完全被误会了。他等一下转过来会不会很惊讶？就是跟错人讲话。对不起，其实我不是大福。那个大嫂，完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在装镇定，我感受得到，我感受得到，他在装镇定啊，有一阵尴尬，一阵尴尬，对，超尴尬，真的非常尴尬，很尴尬，很尴尬，这个真的很尴尬。这个真的很尴尬。他不要，很尴尬，很尴尬。真的假的？打洞也可以出示物品，还有这种事情，怎么这么好笑？好，我们回去休息。啊，要是我有什么武林盟主的令牌，那不就打一打，拿出来，我就赢了。旧坛，调虎离山。房间，走吧。啊！是你，这小子竟然没中计。臭丫头，你不是急着要回开封找玉佩吗？搜仓库时，我把手绢弄掉了，我是回来找手绢的。你在骗人！搜仓库时把手绢掉在我房里，不好，一时慌张说错话了。总之，现在找到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合理的解释前，哪都别想去。另外，这还你，我收不起。哈，你怎么把定情之物送回去了？你这个母汤啊！小金佛，沈娘说的对，这丫头不能信。我真傻，居然还想帮他说话。不行，这样身为一个大侠，不就是不管人家怎么对你都要相信他的吗？你这个真的不行，你这个不行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总之我回开封了。我方才说了，不给出合理的解释，你就哪儿也别想去。你别过来！完蛋了，被当成变态了。你想做
什么？哇，还壁咚壁咚。这是我要问你的吧，你想做什么？无理之徒，放我走。哇，这个发展，我就不放。这个发展后面我不敢想象。梁，你说的是大侠还是大蠢啊？什么大蠢？这个发展后面我不敢想象。哼，那我只好硬闯了。什么硬闯？闯得过你就试试看。哦，这个很糟糕。罪证确凿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等等，听我解释。别招吧。哦，感觉他很厉害啊。哦，他感觉他很厉害耶。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嘿，没闪过。有机可乘。这招能解吗？哦，好痛好痛，没闪过。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出血中，不不，太痛了吧。这大姐，这不对，这家伙真是不简单。这招你能解吗？太难，怎么又出血了？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喂喂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是啊，要流血死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听我说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那个，对不起，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不要不要，你松一下手，你松一下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给我个机会。能耐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好的，那个这位大侠不要再呛人家了，你这个真的很不汤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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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看一下那个药品到底怎么叫出来。那个15%生命啊，赶快用哦！酒肉包子，什么什么被包装无法用，给一下好不好？给用一下嘛，给用一下，对，给用一下、哦。哎，怎么这样？那个，怎么用啊？那个装备道具道具 I 是不是 I 切换锁定I 设定，这招你能解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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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了，不要再来了！ I 不是这个 I， 为什么 I 是这个东西啊？啊，那我再看一下哦 ，F 啦 ，F F。好有了啦，哎呦 10% 内力攻击上升啊，我只有一个养生丹耶。这招你能解吗？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是那种鬼一样超凶。啊，不要不要，好了啦、哦、一点都大于此。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不要，太大意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很华丽很华丽。既然你如此不客气，本姑娘也要认真了。不要认真，不要认真，只是个游戏，无需认真。放马过来吧！不要再呛人家了。
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不要再呛人家了。嘿！可恶，没闪过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我高跟包，不要了。没闪过，这招你能解吗？嘿嘿，我绝不能就此松手的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呀嘿，这招你能解吗？哦。小女贼服输吗？哦，有够可怕，有够可怕。我说你别这么生气嘛。你也不要这么凶狠啊，吓死我了。哼，小女贼总算愿意开口了，快说，怪了，我为啥要这么生气啊？因为她擅闯我房间。没错，就这原因。你别小女贼这样叫唤，我可是有名有姓的。都摸到我房间来了还不算贼。好，这次是我的不对，但你得答应我，我说的事情千万不能外传，连你婶娘跟师傅也不行。走别的房间，走我房间啊。哼，你先说说看，我再决定要不要替你保密。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说。这事儿对我很重要，帮我保密，好吗？啊，好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没有问题。身为一个大侠，保密这个当然了。啊，不知道现在苦肉计还有没有用？这个对我非常有用。这个蠢侠就不知道了。啊，犹豫了。这丫头吃定我会心软。罢了，我就先听她说。至于保密。到时候看大爷我心情。有啦有啦，他还是很吃这套的，这叫做刀子嘴豆腐心。行，我替你保密，快说吧。先换个地方说话吧，不然被你婶娘撞见，我可不好解释。感觉又要被骗。我其实一开始就听说那枚玉佩在你师父手上。哎呦，说实话，所以才想要仔细检查梁大侠可能藏玉佩的地方。但是我原本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么多。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玉佩下落，那还为何要让我带着你在村里到处问？该不会连那什么有婚约的少年也是编出来骗我们的？不，那是真的，现在说什么可能你都不信。
但除了玉佩下落之外，我没有半句谎言。如果你没说谎，那直接找我师父岂不更快？我可不敢直接问，也不觉得这是个好方法。主因是家父虽不是坏人，但他的确做了很多不得已的坏事，也因此与梁大侠交恶。若梁大侠得知我的身份，想取回玉佩更是做梦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需要这样偷偷摸摸，还让我顶着大太阳在村里闲晃。奇怪，平常也不是没被师父耍过，怎么这回如此生气？哎，这家伙看起来脸色好些了。总之，方才已经确定东西不在小溪村了，我再顺着信上的线索回开封调查看看吧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这次我真的要走了，再待下去若梁大侠回来可就不妙了。对了，这个还是请你收下吧。拿这给我，是要当封口费吗？啊，定情之物又回来了，定情之物又回来了。不是的，这是开封城内大相国寺住持开过光的护身符，我是真心想要送给你的。既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为什么要送给我？大概是你跟他有点像吧，这小金佛就是当初要送给他的回礼，可惜后来……喂，臭丫头，发什么呆？完蛋，我们变成备胎了，当了一回工具了。不要啦，这定情之物呢？他发呆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我在乱想什么啊？被电到了。啊，总之，你当他是什么都没关系，好好带在身边，他可以保护你平安的。有缘再见了。总觉得这丫头还隐瞒了什么，保平安的小金佛，我在小溪村哪可能不平安？算了，也该回家休息了，不然若是臭老头回家，我就真的不用休息了。回房休息咯。哎呦，那边有师傅，这个感觉要先存一下，很危险啊。什么别的妹子不行？哎，我还蛮喜欢女主角的，我喜欢嘴巴坏的千金大小姐。休息吧。师傅竟然回来了，看来是没得休息了。臭小子，过来。怎么抖 M 呀？这语气听起来准没好事。听好了，为师今日要授予你一套掌法，其名为幻波浑圆掌。等等，没什么好等的，别浪费时间，闭上嘴看着。小鱼也很可爱，小鱼不是萝莉吗？掌形圆润，如流水，似清溪，拳形浑厚，逆白波，笑猛浪。其劲外柔内刚，其形乍窄，实则广阔无边，以水滴穿石之势，行波涛之理，如梦似幻，是为幻波。臭小子，都记得了吗？这套掌法概念与玄和剑法相似，却有些微妙不同，虽然能理解八成，但还有些地方没弄懂。耶，我算了，我试试便知。臭老头，你到底让不让我说话？哼，让你说话一定又没好事。接招。啊，打起来了。嗨，瓦特没了。师父，你可以说白话吗？说白话。全装备啊，可是我这样攻击跟暴击率都
哦，就可以使用了。臭老头，哪有人这样说打就打的？再说话小心咬到舌头，看招！按此处更换，好。受一层的伤害。哦，等一下！我没闪过。嘿，臭小子，看招！这师傅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哎呀，哦，师傅，不愧是师傅。为师的今日就来教训你。哈，嗯，让你歪打。师傅，你太可怕了！师傅，那个跟鬼一样。臭小子，看招！嗯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臭小子，师傅的血根本没准。嘿，这师傅太夸张，师傅手下留情啊！你还把我当成你弟子吗？臭小子，别逞强了！我觉得我会被师傅打死啊！嘿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嗯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侠客。哎，太大意了，接招吧。嗯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哦，再来。哎，有机可乘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破！为师的今日来救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傅手下留情啊！破！接招吧！越！破！我已经沉一点都大意，清楚这招。臭小子，看招！哦，师傅，这招真的很夸张。嘿，臭小子，看招！哦，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接招吧！哦，有够夸张！打正着了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嗯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臭小子，看招！嗯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臭小子还行吧，但到此为止。太大意了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！那个师傅说好的，我不是你弟子吗？我真傻眼。太棒啦！感恩师傅，赞叹师傅。我真的是，我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拳伤害？我真是傻眼，我。为什么要逼迫我用拳法呢？臭老头，哪有人这样说打就打的？再说话小心咬到舌头，看招！哎，有机可乘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专注精神，师父表示徒弟必须要用力揍。这也太夸张了！别逞强了！一点都大意不得，接招吧！可恶，没闪过！为师的今日
就来教训你。水龙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为师的今日就来教训你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家人今天的羊肉餐交给你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太大意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师傅，你别闹了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哎，有机可乘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嘿，专注精神，羊别跑啊！看清楚这招，不要，我要跑啊！臭小子，让我跑了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哎，有机可乘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哎呦，师傅啊！太大意了！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哼，太大意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接招吧。你跑了我们笑什么？少啰嗦，跑啊，跑起来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专注精神，看清楚这招。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太大意了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可恶，没闪过。为师的今日没闪过，就来教训你。可恶，没闪过。让你歪打正着了。哼，让你歪打正着了。臭小子，别逞强了。让你歪打正着了。有个痛，又更精进了。哦，够了，够了。臭小子，还不赖吗？今晚去时，到大宅上的崖旁找我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慎重？不能现在讲吗？到时候你来就知道了。师父太危险了，那个不能现在讲吗？我怕过去我们又要再一场，我受不了啊，师父，师父。好吧，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，有什么话直接讲啊。对，师父有话直说，不必，不要动手动脚啊，不要动手动脚。唉，不想了，先休息吧，说不定晚上又挨揍。臭小子，坐。晚安，要睡了，晚安。给。这是。这是你的成年贺礼。为师最近有些不得不处理的事，无法在此久留。就算你现在武功初有小成，也不可懈怠，知道吗？沈娘会督促我的，您就别担心，尽管去吧。你呀，打小就顽皮，每次要你练功，总是跑去偷懒，要不就去找你沈娘撒娇。对，那个主角今天刚满18岁。那是因为，但每次我交代的重要事情，就算你嘴上说不要，却还是有放在心上。什么谋杀师父，我刚被师父打得要不要不要的。
方才那个是我刚学拳时用的东西，留着妥善运用吧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替我照顾好阿离，好吗？给师父小黄本干什么？好。拳头最快，怕。师父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般婆婆妈妈可真不像你。孩儿，为师平日虽然对你严厉，但疼爱你的心与你婶娘并无分别。是，这些话师父不说，徒儿也都懂。十年之前，为师与一位厉害的对头比武，当时他神功未成，为师侥幸获胜。十年之前，此后江湖再无他的传闻，我近来却听到了一些不好的风声。哦，很可能是他重出江湖了，因此我得好好去查查。算起来，十年，他也该练成了。哇哦，师父，十年前，我七岁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我完全想不起来？你也不……孩儿，有些答案必须要你自己去寻找，为师没有权利替你做这个决定。不是歌曲啊！师父这个回答真滑头。我得走了，若他真的重出江湖，我留在这里会连累大家。我不相信他这么厉害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把他给挑了吧。别说傻话，为师去了，你好好听你婶娘的话。另外，他日若有急事，便打开小厅堂里的柜子，听你定能找到我给你留的帮助。嗨，卷毛。是，师父千万小心。师父虽然常常不在小溪村，但这么慎重的道别还是第一次。他遇上什么事了吗？遇上什么事了？算了，多想无益，天色也暗了，先休息吧。是谁？我脚步放得这么轻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察觉了。李女侠武功不减当年，我在这里真是埋没了。什么跟烤羊肉不要了？小本本，被江南第一剑的梁大侠称赞，师妹我可不敢当。只是今日大师兄兴致倒好，这么晚了还带酒来找我。但我觉得师父在预言小溪村会出事。是这样吗？这桃花酒名驰蓟北三千里，未战江南第一家，堪称一绝。莫怪你当年不惜抛剑也要嫁来此处，值得，太值得了。大师兄，这是在赞我好眼光，还是在赞这美酒啊？千里马还需伯乐，我自然是在赞你。得了，师兄，你有话就说吧，吞吞吐吐的真不像你。什么姊妹，他们是师兄跟师妹的关系，不是在姊妹，不要想太多。哎，这十年来真的多谢你了。你我兄妹用不着道谢，再说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把他当成自己儿子了。倒是师兄，你何必老恶声恶气逼着他成天练武呢？他呀，性子又七分像我，放荡不羁，不受管束，这样下去只怕会过于安逸啊。安逸不好吗？在这乡下没人来欺负我们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不也平安过了这么多年？这师妹。是啊，没想到能过上这些年平静的日子，只是这好日子恐怕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哦不，师兄师妹不能这个也不是说不能，但是就不好吧，这样不好吧。师兄何出此言啊？难不成是他？是谁？不会的，当年中了师兄你那一剑，即便是他也不可能恢复功力的。
前朝柴家的神庙武学，你我可是领教过的，如今恐怕连我也不是对手了。莫非柴耀，柴教主真的重出江湖了？嗯，我还查到我的好师弟雀苍鹰也入了教。天经地义，恳求你这个唔汤哦。二师兄，他居然加入了摩尼教，他这样怎么对得起师父？哼，明日我便要启程去调查他们所谋何事。四等亲戚可以结婚，这里不是日本啊。大师兄，你当真明日就要离去？事关重大，不如我们再仔细讨论。不能再拖了，时间已久，他们总会找到这里，届时世上再无小溪村。我懂，但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，不如我们一起。别说傻话。师妹，我此行去深入虎穴，未知今后生死，这个只得麻烦你了。这盒子里面是一颗石头，这是他母亲的遗物，你哪天觉得是时候了，再将此物交给我那不孝徒。他们又没血缘，只是师兄妹。什么师兄妹？你们不要把他们的关系想得这么的复杂，就是普通的师兄跟师妹的关系，不是有水部的师，是老师的师哦。你们把他们想得太复杂了。天哪，这颗石子莫非就是？原来江湖传闻是真的，这东西原来一直在你手上。他视你为母，你就和他说这是你求来的护身石，他便会好好收着了。我明白，如今柴耀再现江湖，更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否则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何如此狠心锻炼他，他唯有比所有人都还要强才能活下去。师父你这么狠，我刚刚打女主角还是打得很凶险。唉，我知道，这可怜的孩儿就交给我照顾。哎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。什么事情？如果我的推论无误，朝廷那里也派人来了。什么？这样可麻烦了，是枢密院的人吗？哎，应该不是，来的是一个叫赵深的姑娘。我原以为她只是要找回她的玉佩，便要你徒儿帮她，他们却从仓库翻出王老头的信。混小子，帮人帮到自家仓库找东西，傻了吗？放心，我随口编了个假名，他便回开封找人了。好险你机灵，看样子朝廷跟摩尼教都准备动手了。事不宜迟，我明日一早便出发。至于另一方面，安心交给我吧，没凭没据的，一个女孩子家也做不了什么，倒是你千万小心呢。我明白，多谢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什么声音？好累，可恶，臭老头昨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，又是训练又是夜谈，害我睡到现在还是累得半死。别睡了，起来了。哦吵死了，到底是谁一大早来吵本大爷清梦？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
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各位，我们该休息了。明天在礼拜二晚上再继续吧。什么继续？再继续？已经过十二点了呢，小光都还没有休息。好啦，要睡觉了，要睡觉了。大家明天也是要上班的嘛，我要开溜了。礼拜二再来，礼拜二再来，礼拜二晚上再来。大家晚安，再会。